系，今日讲下一首歌点样可以有唔同嘅开头嘅方法。我揾咗一首歌做例子，啊，大家听下，系 William Walton 嘅《Bagatelles》嘅第 Number Four， 呢个系 Isabella Selda 嘅版本。好，咁佢嘅方法就非常之簡單，就係直接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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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但係就唔同嘅方法嘅。咁每種方法都有佢嘅特點嘅，有種都幾浪漫嘅，就係哒滴哒滴哒滴。有个 B， 有个转音，我示范多次。哒滴哒滴哒滴，呢个版本系 check 先，系我又喺第度听过，咁做一个比较嘅，系 David Jacob 嘅一个版本，又系几唔错。找到了，歌就是哒哒滴哒滴滴滴，好正啊这个，但是有另一种不同的，你可以哒滴哒滴哒滴，或者是哒滴哒滴哒滴，嗱，可以呢个系慢，但系唔使转音啦，可以哒滴哒滴哒又得，嗱，先慢后快又得，系先快后慢亦都得，或者一路咁慢又得，或者一个平均速度又得，即系中意点就点，转音咁样又得，但系呢度开头最容易轉音應該就係哒滴哒滴哒滴哒嗰度就容易轉啲，嚟哒滴哒滴哒又得，哒滴哒滴哒滴咁又得，或者係咯，就係有唔同，可以成到慢，或者係哒滴哒滴哒滴，即係可以好有趣嘅。所以而家做個總結，就係有。可以先快後慢啦，先慢後快啦，有正常速度啦，有全慢同全快。咁咧，依五組入邊可以咧加啲變音嘅。咁我好一個正常。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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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即係先慢嘅。哒滴哒滴哒滴又得。有啲快，哒滴哒滴哒滴，滴哒滴滴滴又得，先快后慢，滴哒滴滴滴滴嗱，因为六个音啊嘛，咁啊三个快三个慢啦可以，咁啊可以先慢后，哒滴哒滴哒滴咁又得，所以好有趣嘅真系，呢啲系个人演绎啊，唔使跟住个谱嘅。